啊，炸队友吗？好，快不看到了。是，你不是去挖金，不要挖钻哦。有，等下去，等下去，我在烧。哦，哦，他自己好消息有钻石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你先靠青金石那边嘛。对，青金石那边岩浆是有钻石的。下面岩浆下面有钻石。那个墙壁是钻石，墙壁是钻石，好，对，但是它被岩浆盖住了。他这其实跟我蛮近的，很近啊。好好你做要事哦，水弟，吗？不要乱来哦。啊，我是坏人啊！还没公布，我们就只剩我与你啊！哎，我是钻石，我是坏人，我是坏你人。是钻石，钻石。哎，哇！怎么这样？骷髅还是什么？对，怪物狂升欸。他射怎么射那么快啊？哒哒哒哎！好，抓到了，这怪怪的。我是坏人。那我是不该帮你，我走了。你就背叛者应该也要有，就是死掉的才好玩。你看，可能背叛者不小心杀掉背叛者，好玩。那就够刺激哎！钻石对，钻在石这哪？边，这边，前这方边。还有，有看到？阿是，静，有看好到？人吧？我是坏人啊！我一直说我是坏人啊！你相不相信我是坏人？我相信 那你不要过来啊！可是我是坏人，就要做事啊！我已经捞岩浆了，你捞岩浆，我也捞岩浆啊！我们就只剩下我与你了。那你的队友是谁？喂，你你呀、这个捞岩浆，你真的捞岩浆，你这人怎么啊？这样？你都说要捞岩浆了，当然我捞一下啊！你干嘛？当然就是要不然捞你一帮我看，他如下啊！果敢过来，那这个有问题。他要挖掉你的那四颗钻石啊！我的那四颗，他敢挖？了。他敢，他敢呐、啊，他是坏人呢、欸。对啊，我是坏人啊！我觉你得挖我钻石，搞不好我们这边真的不会有间谍啊。那你为搞什不好么挖我间谍钻死石？啊！对啊，搞不好我们间谍死了啊。钻石不分敌我，这是我的。哎、所以反正我这附近都没有钻石，就他那里哦。他挖掉了，阿基，阿基，哎，你好，怎么了？嗨，我就说我是坏人啊，安安，阿基，阿基，你还要吗？所以到底谁先？还要啊，你不要给他，杰克，我才是好人。好，你看你是相信巧克力还是我相觉信得，牛可肉？是我已经觉得你钻石都已经够我多觉得了。你够了哎、欸，你够了，他多少赚了？他哎，怎么这样？你们都在帮坏人。帽子，我没有在帮坏人，我叫你赶快过去挖耶。不是，你确定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们等我是坏人我先哦。说巧克力，你那个水流走上去可以遇到喵哈哦，你要不要打他？可是那个他没啊，装，他没装肉盾，他而且还走一个哈人。基就在那边没有，啊。他就在另一边。我说哈基都不可以啊，哈基我就很陪你坏啊，我来啊。找你啊，你在哪里？你们其实在同一层蛮你们近。同一层我们啊？把岩浆桶丢掉啊。岩浆能丢掉？我看哦。好，来，那我看巧克力这边。你看我这边都丢掉了，但是空桶了吧？可以了吧？好，空桶，好。好。啊，我们真的要去打棉花吗？走啊，哪里？红队，你附近有还是绿他队啊？因为红队已经有扫血，绿队在哪？绿队他记很得方向，远，先别动。很远啊，好，往头转，右转，这里，那个方向挖，喵挖，哈，其实绕一下来这边，其实你有看火把，好啊，你有看火把，喵哈跟谁啊？喵哈就他一个人，就一个人，就在哈基的正头上，真的那边很吗？近。那个吗？哈基的正头上，那哈基你先挖，我等下过去。我做个铁斧，那我正头上，你的正上方，喵，他在你的正上方，真的，那假的？真的，好。哎，他哦，好，哈记，你屁股后面那个红石挖开可以看到巧克力，屁股后面的红石挖开可以，你说这个，我对，看到了，咬然了。后巧克力那边有个水流往上游，很快就到喵他那边了。哦，好啊，那走这水流，小心点啊，脚是岩浆。那就我现在。全面相信你哦，还记我往是我坏人梯形往上挖，梯形往上挖。我这好，边有没有怪啊？没有。
矿晚点再挖。哎、欸，这里吗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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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挖开那个底部的墙。这里。就左边左边左边。好，往上挖往上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哦。对对对对，往上挖。喵，它的洞就在这里，再往上一点点。干嘛了？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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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开，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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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左边左边。你左边直接左边挖。我挖这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隔壁左边那条，往左边一个，对对对对对，直直挖，直直挖，直直挖。哎呦，这喵喵的，他在下面是不是？太合成，太合成，太合成，快快快快快，太合成！他叫他叫他叫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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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我还等爆，我以为你在后面蹲几下嘞，结果没有，直接暴击暴死啊！你干嘛？我很怕啊！那个愉快愉快，分开分开，愉快愉快，分开愉快，分开分开分开。哎、欸，我坏的只是偷你的心而已啊！啊，偷你的心，哇，好会撩、哦，是不是？很怕你哦！我不偷你身体，偷你的心就好。不要不要！我那他金头颅有拿到？哎呦哎呦！你可以吃掉，你可以吃掉。对库工，你是库工，库工，库工。你的哈气，没事，分开，分开，分开，我要跟着你走。没有，我们先分开。你黄金，你钻石很多，我们这样才可以让两个人都钻石装，对不对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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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分开走，分开走，对对对对，分开走，你好烦，我觉得这好好玩啊，小别胜新欢啊！哎，前面有红队的，要不要再打？红队、欸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这个是谁啊？小雨，小雨，他只有他没有咪咪，嗯，打打打，打天使吗？我看一下、喔，没有、欸，另一半给你一半，先分着、嗯、分着，行，那打、啊，因为其实现在杀人可以有金头颅，我觉得是赚，那就、嗯、这上面吗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对 对, 對，你先往上走。有哭光声。好，你这边直直，等一下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左边的墙，左边的墙，这里，对，直直挖。怕是怕。小 K， 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哦。嗯，对。还在冒岩浆是不是？哎、啊、呜！我老了。呜呜呜呜呜。但我刚刚回去，我看到中机。呜呜呜呜呜呜。知道他捞了没？没有，他自己小雨交给我，他自己小雨交给我就好。小雨交给你，我、哦、怕你危险啊！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怕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危险？干嘛？你干嘛？危险！我不要打小雨，我不要打小雨。我们一起去打、啊我们先去挖钻石，拿你上，你给你，哎哎哎哎，去打，我吃东西也不行，哎呦哎呦，我们一起跟着你走嘛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我不是啊，没关系，一起走嘛，我是你队友、啊，你看团团都已经钻庄了，对，我们也钻庄啊。你走开啦！我们在浪费时间，没有浪费时间，我们在培养感情啊。哦，钻石都埋在岩浆下哎、欸！你在干嘛？游泳啊！你走，谁都快了。那等下在你头上放个黑曜石，跟你讲。对啊。跟你水，哎、欸，你干嘛？你收我的水？不是收我的水，我也危险了。哎、欸，小雨在你们那一层喽，在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等下，巧克力不要动，对你前面，前面，看着这里，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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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了，真的就这里了。哎、欸，那团团，那团团，那是团团，团团，哎、欸，他钻石衣服，他钻石衣服，抢过来。前面就水流，黑曜石走过去，黑曜石走过去。对，他抬头在挖，探挖探。会，有了，钻石衣服有了，钻石衣服有了，有了。好，你可以烧他了。啊，你可以烧他。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这样打下去，搞不好真的就是金头颅在你身上哦。对，在我身上。这样打下去，搞不好真的就是各一个了。嗯，你点了几个？一人一个。没有，我刚吃掉了。你吃掉
他叫团团啊，可是这样团团这样，他们也有那个，没关系，拿没关系啊，因为快那个啦，对，拿钻装可以。反正我们就时间到的时候一起看着对方，嗯，来证明我是不是。你后退一点，后退，然后一分钟，我们附近有钻石吗？没有，有没有附近吗？有也被挖掉了吧？岩浆下游啦。对啊，你们要挖吗？那个啊，他没有天眼冰。嗯，岩浆下面那个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啦？你好奇怪哦，你很奇怪。不要跑嘛，你就赶快跑，快跑吧，一分钟多活几秒。你真的很奇怪，不要跑，为什么这样子抛弃我？因为你很快，你才怪，都不接受我，你才我已经跑到地表了。你到地表，那我到外太空找你啊。哎，雨月在附近哦。不是，他雨月又在附近。对啊，他是你别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哎呦，都回去了。哈基，你滚！我就说我是啊。我在骂他打人呐，可恶。讲你，那做好了。你看，就说他是坏人。他传走了，哇！可惜刚刚金头颅被他拿到。嗯，我已经第一时间冲过去了。那没有他头颅没用了吗？吃掉了吧。他金头颅一本书直接可以了。对啊。他们等一下会在哎、欸，有一个是岩浆旁边的钻石，你要试试看啊？可以啊。来，你现在面对哪里？我看一下哦。先让你操控我。来，你往左前走，那个通过那边。前面有 ID 红色小雨，对小雨打，先打他。好，吃苹果是不是？好，对，这边只是我走比较快。你那边要过一个岩浆湖，你这样倒水就好了。岩浆湖，你倒水就好了，直走。走这是不是？左边走，右边，继续挖。右边。没有，我想说这里有那个。有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以为这有路。你觉得团团应该有在看哦？没关系啊，就两个人互尬 ，OK 啊，不怕，不怕。啊，公平竞争，欸、这里这么大都没东西哦。公平竞争，没有，这里有钻石的话是很低层。先上它。哎、欸，左边，哎、欸，你这个挖过去，你会挖到岩浆。嗯，右边。然后呢？然后他直挖，直挖。小雨跑了。直挖，好，左边。对，跟着走，走下面吗？不是，下面，对。然后右转那个通道，这个通道，好，他堵起来了，别走，小雨，哇，全叠，他没有，他那个道很道多高啊？很高，这是直的，到地表，对啊，你要不要？地表就算了，好，啊，卢米呢？卢米啊。这附近没人啊，但巧克力有钻石哦。好，钻石。哎、欸，好，你不要动。你面向右边。对，往前挖。直直挖。好。哇，没有他这么会爆天眼冰啊。嗯。继续挖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对。这个吗？对啊，就那一块，都是少数有在岩浆上的啦。然后再挖两个就右转，右转这里，对，右转，好，直就看得到了。现在一定先打红队啊，红队血少啊，怎么是？对啊。应该是让他们先打了。重点是有金头颅可以拿，那金头颅的补爽爽。嗯，我看一下哈基他们哦。好。嗯，铁中铁哇，哈基全身钻石，太扯了。哎、欸，我竟然没有那个煤炭。然后另外两个都铁装。哇。我有，还有铁，
哇，这样子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怎么？怎么？等一下，我受伤了。他们在扣血、欸。小雨、啊欸，边界外，边界外，边界外。问啊，白痴啊！哎呦，对对对，边界外啊，被压死。这要怎么玩啊？哎，然后露咪在攻略骷髅神怪砖，但是他攻略不了，他快死了。干嘛啦？让背叛者轻松赢的啦！他们是背叛者，他们是坏人，他们是 bad guy。bad guy。现在有一个好处是，至少背叛者，他们只是背叛者，他们没有天兵。对，嗯。再来，我看一下哦。哇，你附近都很实心了，你要不要走回去啊？好，露咪跟小雨站在一起，只是有点远。露咪，我觉得小雨可以聊啊。对啊，露咪我觉得可以打、啊，露咪可以直接对啊，一颗星换三颗星的，对啊，还不错啊。而且我钻装哎，露咪看到就打了。他们在小雨可以聊，小雨可以聊。哇，这谁？小雨天地表了。他们小雨发现那个啦，废矿，不，那个废矿不是废矿，那个骷髅神怪砖啊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要吗？我刚刚就弄这个、啊，然后一直扣血。你要吗？你要吗？巧克力？没有，我挖一些铁而已。不是啊，你要找他们。可他跟露米在一起不是吗？你可以打死露米再跑掉。而且小雨怎么血又扣了啦？他在打窟窿哦，窟窿色。哦哟，这完全没办法依靠的红队。我觉得露米又快死了啦，不知道怎么想的啦。他们黑队像在地表嘛，我要去找他们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去找红队，红队在哪？红队吗？对，你可以往上挖，他们你可以直接往上挖，从地表找比较快。哎、欸，缩圈，我看一下、哦、地表。你现在朝你的左后方阶梯往上挖。那附近还有那个吗？钻石吗？没有。对啊，有我要去地，有也都是在岩浆下。对啊，岩浆下可以铺啊。那你要吼，我找一下。很远吗？重点是远不远？有点远，因为是刚刚我们你跟哈记联合打团团那边。等一下哦、喔，好，这个位置、啊、我记一下。那、啊、黑对象也在地表吗？哦、oh, ，看一下啊、喔，我看地表，看地表，因为现在去地表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去挖打苹果啊，嗯，因为黄金还蛮多的，都在地表，在地表，小雨他们是离地表下来一点点而已，好，麻烦呐、啊，这里有个洞哎、欸，有可以往上的方式吗？没有，你就只能挖了。嗯有刚刚小雨扑你的那条路，可能啊，鹅卵石更难挖，是啦，可是要晚上了哎、欸，噔噔噔，是吧？8627三分钟后，哎、欸，87我的天哪、啊！87777。哭哭哎、欸！我就只是往上 OK 吧。对，小雨要快死了，剩一滴血了。哎、欸，我发现钻石了、欸，你还要吗？啊，他被边界夹死了，小雨要被边界夹死了，差不多了，再见了。哦，天哪、啊！天哪、啊！你要一对三了，而且这一场应该是没苹果，都是山姆。对啊啊！我很怕，玩屁玩哦！而且哈记还有一颗金头颅哦，对他刚拿在手上炫耀了。有完全没有苹果、哦，完全没有，都是那我现在啊，去地表没办法干嘛了。我只能一个一个抓了，但是感觉也不可能一个一个抓。他说站在一起啊！啊啊啊！
好难过，他们一起聊天呢、啊，我们两个可以为你奋斗。哦哦，呀，哈基全套钻石装，那怎么打、啊？哦，离地表还多远呢、啊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你其实往前挖就好。然后到了，到了再挖两格。拿小雨金头颅没有用，他们的不是在你边界吗？边界外啦，边界外对。他们都在地表、啊。对你，你的右前方，直直走就到了。我还有六颗，六颗钻，做个钻库钻剑，来钻脚钻剑。哎、欸，好多灵魂在附近哦。对啊，你附近超多鬼的哎、欸。很难打，没得打。想一下啊、哦，这怎么打？真的很难啊！你有攻的话，搞不好还有机会。没有，不好讲啊。走到界内吧。哎、欸，哇，这还有兵呢、欸！他们都在护盾，他们在右边吗？是不是？对啊，那个另外一座，另外一面。哎、欸，等下，哎、欸，有在行动哦！你蹲一下，你蹲一下。有没有看到？没有啊、欸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我看。有狗呀、欸，他们有狗，刚养到的，哦，生狗了，你只要用岩浆、喔，你只要用岩浆烧掉他们了，太难了啦，又都靠一起，好啦，反正就打，拼一波，面向我吗？嗯，等下哈基在合成东西，左边两个人的还一个人的，右边两个人的，合完了，哎、欸，又在合了。喝完了啊！喝斧头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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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岩浆，他还追你哦！啊，狗后面，狗后面，我知道。可以。啊！烧死你！烧死你！他也烧死我！三个人太多啦！好多狗啊！好多狗啊！没办法。人鼠鸭子，对啊，跟作者说，背野鸭子，三个人三条狗啊，对啊，背叛者要选那个死掉里面的，这样才比较，上去吧，走啦。